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ano， 我是 Cassie， 又到了新貨宿敵的時間，沒錯。咁啊，都係照舊啦。開始之前，我哋講翻三樣嘢先啦。最緊要係咩？就係要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啦，同埋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。事不宜遲，立馬開始。好。咁啊，先講講 Inno 先啦。做個手勢。咩手勢？你好尷尬嗰個咧。哦。尷尬到唔想做嗰個。先講講。咦 ？Inno 先啦。老牌子。咁啊 ，Inno 今次有啲咩新搞作咧？咁有架都新款嘅，大家都少見嘅車款。是 Skyline GTSR 啊，唔係 GTR， GTSR 啊 ，HR31 啊，即係型號叫做。咁佢係 Skyline GTSR 嘅車型啦。咁 HR31 咧屬於 R31 嘅終極車型啊。點樣終極？即係都拉屎啊，最強悍噶啦咁樣啦。咁啊，只有部分咧係做過呢個 HR31 嘅咧，先至可以參加到 A 組房車有認證的比賽嘅，即係特登要有呢架車先做得到。咁佢曾經參加過1989年的澳洲賽車比賽啦。咁啊，呢一個款咧，呢個車款咧係限定版嚟嘅，咁啊澳洲限定款。咁其實睇翻架車啦，佢都其實真係賽車款嚟㗎啦，即係毫無疑問，大家落到鋪頭可以攞出嚟睇下。成架車個車籠咧係乜都冇曬嘅，係所有嘢都冇曬，得翻個司機位嘅啫，同埋個胎盤。所有嘢咧都偷走曬㗎啦。咁啊，為咩咧？架車可以輕啲啦，速度啊可以快啲咁樣。咁啊，係啊，有興趣咧，大家可以落鋪頭睇下啦。睇到哇，連個滅火筒都睇到啊！哇，勁！安全，好安全。最緊要安全，最緊要安全，係冇錯。咁車身拉花都係一啲好搶眼顏色啦，紅白藍啦，係人見到都有親切感㗎啦，紅白藍。啊，又有 Yokohama 拉神啦，有日產拉神啦，咁非常之精美㗎。澳洲配色。咁啊，呢架澳洲限定版係幾多錢咧？169蚊。OK。169蚊啫，都好耐冇出嗰啲限定啦，其實都唔好錯過。冇錯。好，跟住到第二架啦。好，就係我呢個面前呢一架啦。咁你就見到咧，佢分別出咗兩個色嘅，有藍色啦，同埋白色。咁呢架咧就係 Echo RS 嘅 Crosswall 啦，佢係第五代嘅歐洲福特 Echo 嘅拉力版啦。咁佢係得到咗認證嘅。咁佢設計咧，真係同頭先呢架都一樣啦。咁佢係喺呢個世界拉力錦標賽裡面嘅 A 組咧。都係受到呢個認證啦，咁同埋佢喺呢個1993年同埋呢個1988年嘅期間啦，咁佢就參加咗呢、這個頭先講嗰個世界拉力錦標賽嘅比賽嘅 A 組賽事，冇錯啦。咁同埋同時咧，佢喺1992年啦，同埋1996年嘅期間咧，佢就有呢個公路車嘅提供啦，咁數量咧亦都非常有限嘅呢架車。咁今次啦，咁 Inno 佢又出咗白色啦，同藍色，同埋有呢個 Offset Wally Racing Wheel 嘅版本，咁同埋咧有翻左太同右太嘅選擇嘅。所以大家見到台面點解？好似同一款，但係有咁多咧，咁就藍色有左太右太嘅 Racing Wheel 版啦，有 OG 版啦，即係原色嘅原拎原裝拎嘅有左右太啦，白色又會有Racing Wheel 嘅。左右睇啦，同埋個鈴最緊要，其實佢有兩個版本，就個鈴，最緊要個鈴唔同啦。就係頭先所講嘅 Offset Racing Wheel 同埋 OG 即係原裝嘅車鈴版本，咁啊都係賣緊159蚊啫。咁呢個車款大家都好少見嘅，可以入手翻一架，即係好少其他公司會出呢個車嘅車款。係，同埋佢出咗兩個色啦，大家就有選擇可以究竟要藍色定係白色咁。個人就要白色咯。我覺得藍色都唔錯嘅，係幾靚個藍色。好咯，讓俾你咯，咁白色。跟住 Inno 就講完啦。好尷尬嘅事。跟住我哋嚟到 GCD 呢個牌子啦。GCD 今個禮拜有啲咩搞作咧？今個禮拜咧就有呢個 Toyota 嘅 Land Cruiser 300啦。咁雖然見我哋台面全部都係 Land Cruiser 呢個系列啦，咁但係咧咁都有啲唔同嘅，係啦。咁咧呢個車款啦就其實係2021年6月推出嘅。咁佢係一個Land Cruiser 嘅系列最新嘅一代車款啦。咁你見佢其實外觀上面咧就保留咗一個好粗礦嘅風格啦。咁因為其實佢係一啲越野車嚟噶嘛，咁所以咧佢嘅駕駛嘅時候咧，咁佢就會做咗一啲唔容易損壞嘅燈位啦，同埋一啲保險杆嘅造型嘅位置啦。咁佢呢個300嘅系列咧，咁就採取咗最新嘅 GAF 平台啦，咁就令到呢個車輛嘅重心咧更加貼近地面，咁個底盤嘅重量咧就減少咗200公斤，從而咧咁佢就會強化咗120% 啦。即係個剛性會強化120%，冇錯啦，同埋減200公斤。冇錯，200公斤。哇！啲女士都好想減到咁多公斤。我都想200，應該冇。你想就200公斤。我想減200公斤。係、哦。係啦，咁之後就同最後咧，佢係一個有一個大尺碼嘅車
水箱罩的設計，即是鬼面罩，是的，鬼面罩設計，還有它有一個 LED 大燈組，大家可以看一看啦，有四個色啦，是的，有這麼多隻，裡面是包含了什麼色呢？有藍色啦，有個藍色啦，跟住又會有個灰色，灰色啦，有個灰色。咁啊，呢架頭先 Kathy 手揸嘅白色啦，我個人好中意白色車啊，咩車白色都好有興趣。咁啊，同埋會有隻黑色，係好實在嘅黑色。咁啊，入邊都係會好似上一期咁啦，跟咗塊 GCD 嘅專業嘅抹布啦，嚟俾你抹窗嘅。咁啊冇曬手指毛擺喺度就會靚好多，因為其實 GCD 啲窗其實做得幾靚嘅，好透明嘅，睇得通曬成架車嘅。都幾正，又係一樣有避震，同埋都係賣157蚊啫呢個。哇！有轉向喎，仲要150幾蚊。同埋有個亞加力膠盒，仲有埋塊抹窗布送俾你啊。Very good。幾咁超值啊！呢個幾咁超值。好，咁啊到下一架啦。好。今次就到這邊了，這邊呢架有什麼分別呢？跟剛才 Kathy 說的，其實這架呢它都是300 series 的，但它是 GR Sport 版。 GR Sport 版呢會加入了什麼呢？其實它會加入了一套專屬的空力套件，即是有一個 option，專屬的那些叫什麼擾流之類的叫空力套件，另外車頭呢你見最大的分別，跟剛才那架最大的分別，個鬼面罩不同，以往一向的 Toyota 的章會變成了一個大字Toyota 的字樣，變成整個鬼面罩都不同的。車側面呢都會有個 GR Sport 的 logo， 有個專屬的18吋，即真車來說，當然用它的車不是18吋，有個專屬的18吋的黑色的鋁合金車鈴，輪拱位置都是用回焗漆，手把這些位置，手把位、開門手把位、後鏡倒後鏡，全部都是啲瓦面的焗漆嚟嘅，咁啊幾靚仔，幾酷嘅行出嚟嗰款。咁車尾同埋車頭咧都會有一個銀色嘅防護擋板啊，即係如果真係嚟跑瓦裂啊各樣嘢啊，有啲沙石嘅時候咧，唔會破壞到個底盤嘅，係啦。咁就最主要係呢幾樣分別啦。咁其實成架車個造型都已經唔同咗噶啦，你見個樣子都惡咗好多嘅。冇錯。咁今次有咩顏色咧？呢個唔可以俾大家睇住。係啦，呢個要收埋先。黐線，黐線，今次有咩色啊？黐線，咁就有黑色啦，最低調嘅黑色啦，咁就頭先汪老手揸嘅白色啦，咁同埋仲有最 sharp 色嘅紅色啦。紅色啊？同埋咧，佢呢個紅色咧，唔係就咁普通紅色，佢都係有少少即係電導咁樣嘅金屬紅，係啦，金屬咁樣嘅紅色，金屬。係啦，如果大家依家睇唔到咧，就可以一陣間 close up 再睇下啦，俾大家。冇錯，咁都係157蚊，冇錯，會員有9折。咁仲有一架喎，其實係咯，就見啲頭先點解要收埋呢架咧？呢架因為呢架特別啲嘅呢架，咁一陣收埋。佢都係一樣嘅車型，但係佢係一架我見有拉花喎。點講咧？佢係一架 safety car 款。safety car 款，咁你見佢車鈴啊，各樣嘢都唔同啊，有紅圈啦，倒後鏡位又有紅色嘅邊啦，咁另外佢車身都會有其他啲 sponsor 嘅品牌嘅 logo 喺度嘅，咁車頂會有頂燈啦，係啊，咁啊比頭先睇嗰啲款有啲唔同，咁呢架咧就唔講咁多，留翻俾大家落鋪頭自己慢慢研究一下。OK， 我收翻埋先。但呢個價錢就相對比頭先嗰兩架就貴少少，咁就有賣180蚊。因為今次呢一架咧，嗰啲所有嘅 logo 咧二印嘅。二印就會成本貴少少啦，但又 keep 得相比又會 keep 得耐好多嘅，係啦，冇錯。都靚嘅，但呢個就得一個花啫。一個顏色，一個花，係啊，冇錯。因為多數做得呢啲車都係要啲鮮明啲顏色，係人係鬼都睇到啦，白色咁啊，一定睇到啊，冇錯啦。夠靚人落去。今日又差唔多係咪？又差唔多，又可以收工，拜拜。又可以收工。又可以同你再見啦。咁啊，記得。按翻我哋嘅鐘仔啦，訂閱翻我哋嘅 channel， 多啲睇我哋嘅片，係啦，咁啊瞭解一下今個禮拜有咩新車，咁我哋下個禮拜見啦，咁多位，再見，拜拜。